这次比较倒霉一点，就是呢一整年都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就赶在这一次昨天一到的时候就重感冒，然后重发烧，太晕了。但这个也是呢上天给予我的一个算是一个考验吧。结婚也是对每一个人很大的考验，那对于我不是了，对，这个是一个幸福的象征了。对，老婆在附近你也知道，对，要说这个是个幸福的象征。我老婆佩仪她不是很喜欢那种譬如欧洲啊那种很漂亮浪漫的那种建筑，她喜欢比较有古文明啊神秘感的那些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沙漠啊，然后明天会去黑水城的遗址啊，那些地方的那种氛围比较符合我们俩的一个个性嘛，可能拍出来会比较特别一点。现在，这就是我又卡住的地方。好吧，我能说什么吗？是我该减肥了吗？是我太重了吗？刚才坐大巴陷进去了，现在我坐这个小车也陷进去了。看来这一次真的得推车了。好吧，加油。牛仔会很忙哦。不止赶牛，不止拍婚纱照，还得推车。上前OK 我觉得你可以对对，或转啊，或什么，就是动态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等你穿了一双20公分高跟鞋，你就知道转有多痛。配合。你这么可爱。我回来，我穿过比你低。不回来。
好了，其实在家里是他帮我绑鞋带啊，帮我抓背啊，对啊，出来你知道，给他一点面子。